何方神圣守护澎湖400年？这里是开台澎湖天后宫，起码有400年以上的历史。澎湖天后宫是所谓的金面妈祖，与神同行，澎湖宫庙魔法师。澎湖消防一般来说就是神明以下所有的科仪，都是我们要去做。每周六日晚间9点，敬请锁定台湾百庙。